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户外好朋友 Mark， 今天跟你们介绍一下美国的品牌 Etro 户外的吊床。它有分两款，一个是有纱网跟一个没纱网的，这两款。这边介绍一下一般款，一般款的收纳袋跟本体是车在一起的，一体成型。像这种收纳袋的话，学生的小物啊、手机、零钱、钥匙都是可以放在里面的。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防蚊款的部分。防蚊款的部分，它本体跟袋子是分开的，里面呢还会另外多附了两根增加稳定性的三角钉钉。现在来讲织带，大部分市面上的织带都是这种尼龙麻绳。给的长度大概只有 1.5 到 1.8 米。Etro 的织带呢是宽版的，而且长度足足有 2.8 米，足够应付大部分的数据，而且也不伤树。很贴心的提供了10个扣点，让你去做距离的调整。每个扣点呢都可以提供200公斤以上的承重重量。另外铝合金的扣环也是可以提供200公斤以上的承重重量。现在教大家超简单的操作方式，连小学生都会哦。先找出我们的头端有 mark 那一面，穿过去就好了。如果还是觉得太长，再绕一圈。是不是超简单？不到10秒钟。再来把我们的衣橱吊床两端都扣上织带，就完成喽。另外这个防晒帮的三角织带，你可以下钉，你可以不要下钉。下钉之后，它会增加它的舒适性跟伸展度。还有这个拉链，是内外都可以打开的双头拉链。防蚊纱网也可以做收纳哦。最尾端这边有一个收纳袋，另外三极线也可以做收纳，两边都有扣环，可以做拆除。